这是什么？这是网购啊，比如说本女神直播推荐的 Tripolar 就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，送回到家了。双十一售价3000，定金200，返现200，津贴500，这么复杂的吗？你这种神仙级别的算术，肯定是理解不了我们人类的。哎呀，要上钟了，我去直播了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哦，这个也好棒！我爱人类。这家伙真的是神吗？为西方的有缘人默哀3秒。丘比特的快递。哇，原来真的点一下想买的东西就可以送到家里来啊，真是太棒了。安心，你这个人类还是有点用处的。哎。哎，你头上怎么有井字符号啊？新的特效吗？你个混蛋神，你们不用付钱的吗？你个欠风流的混蛋，你把我的卡都刷爆了！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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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救命啊！失神了失神了！快来人啊！来人！救命啊！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！混蛋，神也要付利息的。破喉咙，破喉咙！救我！救我！他在神的面子上。加油！好了好了，不都道过歉了吗？现在这一堆都可以退，我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。这堆退不了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买的那些睡衣啊、牙刷啊、杯子，都买了两个一样的呢？两个包邮。哼，你真是很节俭呢。我不管，这些都你自己解决。你不把这些解决了，你下辈子当保姆都还不清。我怎么解决啊？那这些都是男孩用的，我也用不了啊。哎，你可以卖给他呀。他不也没钱吗？你以为人家像某个爱神一样？他可是按月给我房租和家用，人家可是大款呢。这个家里的废物只有你一个哦，亲爱的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就不瞒你了，我们都是神，没有什么丢不丢人的。我作为月老，穿针引线是我的本能，勾连设计是我的天赋，织毛衣更是我的爱好。
一下界，我趁你打游戏的时候就在织毛衣，放到网上卖掉挣钱。这不仅仅是一件件毛衣，更是我作为爱神对广大的网络单身狗的一种关怀。你还有什么事？我只是，这是我网购的一些男性用品，有牙刷、刮胡刀和睡衣，我买了两份，所以我想和你那个……难倒你，不用说了。 你终于还是敌不过我的颜值，我早就预料到了，也不过是一次两次，想当年天蓬他，天蓬，这些礼物我先收下了。但是请收回你的心，我们只是同事，我只能接受同事情，我已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伟大的群众婚姻事业，这是我的作品，你就把它当做是我吧。 我再也不剁手了，剁手不断播，让我们一起直播111个小时吧，我不要。 你已经玩了3天了，不累吗？女神，我精力旺盛，还有39个小时、25分钟、34秒。啊！